他们，你们。他们，一群不会被遗忘的，信贷的团队每天都会特别为当天生日的他们安排举办生日派对与不同的活动，让他们建立健康的心灵。你们，信贷致力于为他们处理生活难题，尤其是生活在 Clan 及 Sha'alam 的孤儿院、老人院、智障、残疾、露宿者、精神病患的一群。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的团队经过谨慎的研讨，做有效的分配，并且与有需要的慈善机构在行政和资源上做出协调与管理。为了每天需要处理超过2000份的膳食与清真餐，团队设立了中央厨房，并由专业厨师们运作，善用团队购买与大众捐赠的食材，每天烹调出各式各样美味有营养的菜肴，供应在 Clan 与 Sha'alam 的他们享用。信贷志工团由一群来自社会不分宗教、年龄、职业、阶层的善心者组成，定期探访及派发赞助物资，同时给予他们关怀、陪伴与喜悦，也提供心灵辅导、医疗义诊。团队也设立培训中心，资助他们参与兴趣班及在职培训，安排提供就业机会，给予他们更多的福利等等。他们的个人护理、设备维修、环境卫生也是团队的责任。志工们透过慈善活动，能够学习与不同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吸收到不一样的知识，并学习和了解发挥团队力量的重要性。让爱传承，幸福下一代，您的一份怜悯点燃他们的希望。一群不会被遗忘的，因你们的出现，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温度。信贷衷心希望有更多不同的你们加入。Hello， 各位 Women TV 的朋友，
爱心成就梦想，真情点燃希望。Hello， 大家晚上好，我们再次的欢迎 Women TV 还有一批的观众朋友们来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开心的、非常温馨的星期六夜晚啦。那我非常的感谢，就是 Women TV 这次呢邀请我上他们的节目，感谢 Annie 哈。那在我身旁的就是 Annie 啦，你们很熟悉她。那我本身是也是主持人 Isabel Lee。那本期的节目呢，一起信上吧，是由 Women TV 以及 Persatuan Kebajikan 信贷慈善机构为你们呈现。那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今天的赞助哈 ，Jazz Look 以及 Pick a Brew 的餐厅场地赞助，对。来 ，Annie，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那这个信贷一起信上吧这个节目今天是第一集，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Isabel 担任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那么这一个节目呢，是基本上是每一个星期六应该都会有一集啊，以在拍摄一些信贷慈善机构的活动。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来到这个 Pick a Brew 这里，就是每一天嘛，每一天都会有孤儿啊，老人家都会庆祝生日，在这个 Pick a Brew。那么这一些生日会呢，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人善心人士来赞助的，就好比说，信贷慈善机构的这个创办人，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想要让小孩和老人家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庆祝生日的机会。对，哇哦，好温馨哦！我也想在这里庆祝生日啊！可以，有机会哦，一定。那据说我的了解，信贷它本身旗下有68间的老人院和老人院，孤儿院以及那个残障中心，对不对？对。非常的多，那每一天他们要准备的食物呢，接近就是两千份以上。两千份，对，有时候会超过2000份，就中央厨房要准备的食物，很不简单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呼吁更多的善心人士，然后更多的义工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一项慈善活动。对。那同时我们当然也是要招更多的那些 casting 义工，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啊，是，然后网红啊，艺人朋友嘛，你们大家如果有这种想要付出的这个爱心呢，欢迎大家就是联络我们，联络谁？就联络我们的面子书，在 Women TV 的这个版面可以留言，或者是邮寄这个 email 我们，好，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接着下来就是要进入访问的时间了。对，我们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下另外一个镜头，就是公公婆婆们在享用他们的晚餐。那享用完晚餐过后呢，他们就会庆祝生日。那我们先把镜头换过去，他们在用餐的开心画面。基本上公公婆婆们已经吃饱了哈，我们来关心一下。哎，嗨，各位， Hello. 你好。哇，你们都吃饱了哈。公公婆婆哇，很好吃，对不对？今天是谁的生日？是啊，谁的生日啊？有人生日哦，小心。今天是谁的生日呢？是你们所有人的生日对吗？是所有人吗？所以今天是谁的生日？Whose birthday is today? Hello, 公公婆婆，今天是谁的生日呢？11月份的宝宝哦，在那里。我们去看一下，那里有两位，一位公公，一位婆婆的。哪一位？
哇，大家凝聚一堂就是要为他们庆生啦。对对对，今天是谁的生日呢？他们两位我是失业的对不对？一定要能在一个月吧，出失业吧。这位在一个月出失业吧。哇，凉凉啊！就当做今天都是大家的生日，好吗？对啊，反正大家开心嘛，就一起庆祝，好不好 ？OK，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找出这一个场地 Pick a Brew 的负责人 Jasmine。那我们去看 Jasmine 在做什么呢？那访问这位谁呢？这个生日的公关。好，来这一位。好了，负责人 Jasmine 你好，可以了吗？啊，没关系，我们访问那个公公。你们是来自这个天元道堂雪兰莪把生真空叫天元道堂的这个老人院。我们可以请你说几句话吗？我身旁的怎么称呼？我姓刘。我是八生天元道堂老人院的执行秘书。我叫你刘贝贝好不好？刘贝贝好啊。Okay， 我仅此代表的老人院，向那个 Big A Blue 感谢，很感恩。感谢他们的赞助。有时一个月、两个月都会邀请我们来这边吃东西。有时又拿糖水啊，借我们老人院，很感恩。他们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棒。很好，这样是很好，很感动。我们每个老人家都很感动。他说哇，每次都有喝糖水啊，又有来这边吃，好像吃西餐啊，对啊，出来见识一下，都终身的感谢。对，谢谢你们。对，可以看得到大家都很享受今天晚上的晚餐。那我们希望就是常常都可以看到大家在这里啊，大家开开心心的。我们希望这样啊。那我们就是我们要访问一下 Jasmine 好不好？请 Jasmine 过来一下好不好？那 Jasmine 她是我们场地的负责人 ，Pick a Brew 的这个负责人。那来我们走过去吧，她好像在忙着哈。Jasmine 你好，你好，我们就是要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动，就是要有这种爱心的付出呢？其实我们一开始说真的，我们没有这种想法要去做买这一些亏本的生意嘛，对不对？对平常人来说都算是一种亏本生意，但是做久而久之，我们是就是慈善机构以下的人嘛，就老板就给我们一个概念说，为什么孤儿老人啊，不能够像平常人家一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庆祝的活动，这样我们都明白孤儿老人院都不一定会有这一种额外的预算能够让他们每个月都有这样的庆祝性，这样老板就我们的主席就说你们应该这么做，我们就跟着下来，就慢慢好像 touch 到了，就也明白到这一个做法，就是说其实还蛮感触的，就是我们能够给一些老人院啊、孤儿院啊，就是老人孤儿都能够跟平常人有共同的待遇、共同的庆典跟节日等等。对，我们非常的赞同，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我们感谢 Jasmine。那这样 Jasmine， 你从一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多久了？你们在不断的就是为这个老人院啊、孤儿院还有残障中心，每一天，我听说是每一天都为他们准备食物，还有庆祝他们的生日，对不对？是多久的时间了？维持了大概有一两年左右吧，刚开始不是这样子做庆祝的，都是直接上门到孤儿老人院当中的。安哥应该也知道，我们经常有那种糖水啊，当初我们是拿糖水过去的，然后就慢慢到我换来这一边，他们就说哎，你要做这个庆典的在这一边，然后我就没有去送糖水了，我就来做这一些咯。真的是不简单，每一天重复的在做同样的动作，就是为了要把爱分享给身边所需要的老人家、
孤儿们以及残障人士。那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呼吁，我们需要更多的义工朋友来支持我们这一项非常有爱心的慈善活动。那基本上大家都是可以我们了解，我们都需要，就是你们在中央厨房那里会有一些那个厨师，对不对？人手方面是足够的吗？如果说其实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厨师啦，这样其实中央厨房也有中央厨房的厨师，就有中式跟那一个马来式的那一个厨师，这样我这里的是主西式的。这样当然如果有一些义工说我也想参与，我想煮，可以吗？当然 of course 可以，这样我们肯定是很欢迎的。因为如果你每天叫厨师煮同样的东西出来，他们也会很无聊。如果你说安哥你都想试一下每个人不同的手艺嘛，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来的。所以我当然也经常跟那个义工说，我说如果你们的父母亲说我想煮， of course 可以来的。我们的条件就很简单，你要煮你可以煮的，至于你觉得好不好吃，煮了再打算的，不是我们 judge 你嘛，而是孤儿老人喜欢就好。我们在乎的是心意，而不是你的手艺跟厨艺，这个是其次的。对，心意是非常的重要。Jasmine 讲得非常好。那安哥，我要问你一下，你喜欢吃他们准备的什么样的食物？中式或者是马来式或者是西式呢？其实我们的老人院宗旨是这样有什么我们都是随缘。有中餐我们吃中餐，有西餐我们就吃西餐，有马来餐我们也吃马来餐，我们是随缘我不计较什么餐，我们不计较，只要能够吃就好了的嘛对吧很感恩了嘛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有 Jasmine 的付出，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老人院们他们今天就是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温馨的星期六晚上我们要再访问一下我们的现场的公公婆婆们，看他们的心得怎么样，好不好？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 Jasmine， 谢谢。OK， 谢谢。来，公公婆婆们，你们谁愿意就是发言的，有吗？要举手啊？有啊，这边。好，这个。好，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走进去我走进去，不好意思来，介绍一下你自己。陈美珠啊。那你在八生天元道堂，这个老人院已经多久了？差不多7年8年了。那当然是很开心啊，大家就像兄弟姐妹这样子，对不对？还可以的，还可以。基本上呢，你在这个老人院里面，就是你们有帮忙做一些服侍的工作吗？不过我脚呢是好像不太方便啦，好像坐轻一点啦，这样方一点点啦。不过这最要紧是照顾我们四肢照顾啦，你们彼此照顾。好像不用靠别人这样咯，那好像能够做我们自己做了，不能做我们就给他印度婆做这样咯。好，谢谢你，谢谢你。哇，我们在看到就是他们在吃着甜点，就是 Pick a Brew 为他们准备的甜点。May I ask you something? Yes. Is the dessert nice? Is the dessert nice? You haven't tried it? No.他还没试啊，没关系，我们再问一下这里的。来，小心小心。你在吃雪糕对吗？对。好吃吗？很好吃。很好吃哦，来来来，比赞一下好不好？好吃哦。太过好吃了，太好吃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李景才，才贝贝你好，才贝贝的样子看起来很开心哦。我看到我就开心又欢喜，好可爱啊！我也是很感恩，就是在这里能够遇见你们。我们就是现在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吗？
啊，听说我们的这个生日蛋糕已经准备好了，在哪里？要在哪里？来，我们的镜头要准备一下，就是接着下来要为我们的老人院的公公婆婆们庆生啦。对对对对，欢迎回来，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在准备为这个公公婆婆们要庆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时间后回来，我们稍后再见。是的，回到我们一起信上吧的这个特别节目，对，时尚节目。好，那么很多人都问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支持信上呢？那其实信上有一个86计划的，这一个86计划就是，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就可以签一个86以及一个月的这个捐款给这个信贷慈善机构。那每一天信贷慈善机构将会办一些很多的这一些孤儿老人啊这些活动，那其实你也是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的信善吧。是的，我们再次的呼吁各阶层的善心人士以及商家们踊跃的参与支持我们的信善的这个86计划活动。那我们会有一个 barcode 在下面，对不对？下面看到一个这个 QR code， 你可以扫一下，扫一下你就可以参与这个86计划活动了。对，那当然，所参与的合作这个商家呢，你们都可以增加这个品牌的这个曝光率。好，对。但是我觉得行善是没有一个定义，对，这是额外的一个是好处了。那这个每一个月86块，你将会得到的东西就是不会有什么，但是你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孤儿和老人家，他们每一
天有三餐温饱。对，对，我们真的是要呼吁大家献出你的这一份爱心，因为毕竟86块其实也不会很多了。对，对，可能你去吃一餐已经是没有了，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这个86区区的86令吉呢。对孤儿以及老人院的或者是我们的残障中心的这些所需要的人士们来说是非常的珍贵。是的，所以请大家就踊跃的参与吧。对，那伊莎贝尔你还会跟我们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吗？可以呀、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基本上慈善活动我都非常积极的参与。那其实我想呼吁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想在镜头前面学习，或者是想当主持人主播的话，那如果你想尝试这个机会，你可以联系 Women TV， 联系 Annie 或者是 Patsy， 啊，就 PM 我们就会有人会回复你了。对，他们是非常专业、非常的 friendly 的哈、所以你在他们身上肯定会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也是纯粹是爱玩。对啦，哎、我好像是第一次跟你一起主持搭档。对，你看是因为有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慈善活动，我才有这个机会跟 Annie 合作。哇，太好了，太爽了！谢谢伊莎贝尔，谢谢伊莎贝尔。哦，也谢谢你，谢谢。所以现在公公婆婆们就已经，你看他们都在准备围在一起要干嘛呢 ？Excited， 等一下他们就要唱生日歌。好，我们把镜头转过去。对，我们一起过去参与他们。是。哇，蜡烛点好了，来。
好，当然我们再次的谢谢，就是准备这个这么漂亮的生日蛋糕的 Jasmine。Jasmine 就是我们 Pig Brew 的负责人了，对，所以你们谁要订蛋糕的话，其实可以跟他订，可以在 Pig Brew 下单。对对对，你看那么漂亮的蛋糕，来来，我们再看一下啊，镜头看到吗？啊，那么漂亮的蛋糕，是的，可以，我可以 feel 到那个味道，应该也是非常的。非常不错的哈，对，非常的甜，非常的香。那如果你以后也想跟公公婆婆们一起庆祝生日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来到 Pig Brew 这里，每一天，7点钟，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每一天，就是每一天。哦，对对对，我们 Women TV 这里呢是。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有一集的直播的，那今天为大家直播的呢就是公公婆婆们庆生的这一个画面，那下一个星期六呢有惊喜，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加不同的一个节目，好，就也是关于信贷行善的，那请大家拭目以待咯，拭目以待啊，继续留守 Women TV， 我们下期再见，下次见喽，拜拜。Show me, we gon' shut that door. We the pop.